嗨，我叫沈烨，我是从广州来的一名学生，我现在圣约翰高中读十年级。我第一次听说圣约翰高中是从我在中国的中介，然后他说这里有很多好的课程，然后好像还很不错。在我过来之前呢，我有一点紧张，因为毕竟是不同的文化嘛，然后大家也说不同的语言，但是这里的人对我都很好，学生老师呀都是很友善。自从我来到了这里呢，我就很喜欢这个学校，这里的学生都很友善呀，然后老师也很好人呀，然后对你帮助很大。在一个不同的国家里学习呢，对我的英语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。比如说阅读啊、口语啊、听力啊都会有很大的提高。在美国呢，学习英语是和记忆单词是比较简单，而且是更加实用的，因为你在美国你必须要用你的英语啊、你的词汇啊去跟别人沟通。圣约翰高中的这个国际学习中心呢，是一个很负责的机构，他们会给你找最好的寄宿家庭呀，然后帮助你更加熟悉这个学校。在这个学校里面呢，有一个随时可以回答你问题的老师呢，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。在我留学生活，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，就是我的寄宿家庭。他们人都很好呀，他们是个大家庭啊，他们对我也很好，然后也对我的留学生活有很大的帮助。长岛是一个非常适宜居住的地方，住在一个很靠近沙滩的地方呢，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。然后我非常喜欢这种经历。我很喜欢游泳啊，我也很喜欢沙滩，然后也许我会去试一下冲浪吧，在这边。我选择这个学校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好的那个艺术计划，可以帮助你去到你想去的那些艺校啊，或者好的大学的艺术系。Mr. Burke 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艺术老师，然后我现在也是在上他的课。Mr. Burke 这个人呢，然后也很好玩呀，然后对你的艺术学习会很有帮助。我最想去的大学就是纽约大学的艺术系，然后我现在也是非常努力的学英语啊、画画，然后为了可以进到他这个大学。住在纽约的一个好处就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机会啊和经历。我选择在纽约读书的原因是，这里纽约城很近啊，然后气候又很好啊，冬夏分明呀，然后纽约城里面有很多很棒的艺术馆呀，对我来说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我很有信心圣约翰会帮助我去考到我理想的大学。这是一个无论对喜欢美术啊、喜欢体育或者喜欢学习的人来说，都是一个很好的学校。